哎，这样的花瓶还能用吗？你干嘛？去！奶奶岁岁平安，等我一下。说最近常想起你的花瓶做得再好看也不会有人给你双击关注的，应该会有吧。再没有跟你要过拥抱，年幼的我在你背上留下多少欢笑。奶奶送给你。好，做得真好哦，这属于你点赞。